大家好啊，没感觉到精神好一点，考考你们呢，对不对啊？闭关，那么时间到了，那么应该怎么讲啊？有的人叫什么呢？开关，有开关的。那个人跟人相处呢，就是一个气场啊。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很开心的。你看我们三天两头过节的，你看我们马上要开始过那个重阳节了，对不对啊？对老人要尊重，要尊重老人家，对不对啊？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啊，有的时候。你对人家好一点，你不会吃亏的啊！很多人就是一辈子不懂得帮助别人，去对人家好，所以他一辈子吃亏，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人家不对他好，他总觉得为什么我对人家这么好，人家对我不好。实际上就是因为你没有真的对人家好，你没有全心全意的对人家好，那人家怎么会全心全意对你好呢？对不对啊？你要真的对人家好的，我相信这里没人去过秘鲁吧。没去过吧，肯定没去过。一辆长途大巴，哇，开了100米深的悬崖，哎呦，嘣掉下去，17个人死亡，30个人受伤，你看看看，可怜不啦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巴布亚新几内亚，啊，哦，不是，对不起，印尼的叫巴布亚省，印尼有个巴布亚省，不是我们澳洲上面的，啊，5.5级地震。啊，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讲给你们听了，天灾人祸它一直很多的。10月2号，中国的贵州的铜仁市发生了4.9级地震，当地的政府安置了当今22,900余人，就是安置群众，紧急让他们转移目前没有受伤。那么。一个人是不是要学点文化，要学点水平？你们知道飞机飞在高空的时候，你们知道温度是不是很高的吧？你们这里有人不知道的吧？你看看有一个人有一个男子啊，他偷偷爬上一架从几内亚飞往法国的飞机的起落架，他居然就拉住起落架飞机上去了，他以为可以靠飞机偷渡啊。你说他脑子坏不坏？结果你知道吗？他就藏在飞机的起落架，等到下来的时候，人还在，冰啊，就是人跟起落架完全紧紧的拉在一起，尸体了，因为上面冻死的啦。你们开飞机的时候，你们上面为什么不能开窗户啊？这是零下40度、30度的温度啊！你开玩笑了，他根本不知道。这个就没文化了，你知道至少要知道飞机在飞到多少米多少米上面多少温度，你这个都要懂的吧，对不对啊？你看看那个欧洲的芬兰一个学院发生严重的暴力事件，一死十伤，你看看还有一个浙江的，4名小伙子脑子和肺全部被虫蛀了，你知道他吃的什么东西被虫蛀的吗？螃蟹，因为很多人生的螃蟹，大家知道吗？大家知道吗？因为螃蟹啦，对，它吃下去之后，有些螃蟹里边已经长虫子了啦。你看看看，4个小伙子脑子都被吃空了，你看看看厉害不厉害？啊，再讲一个给大家听听，在日本动物园最近有一条鳄鱼逝世了。那么你们听听鳄鱼逝世嘛，就逝世了，还开周导会啊？那什么事情发生了呢？在这条鳄鱼的肚子里啊，发现了，在它的胃里边发现了有330枚硬币，总计金额为3650日元，就是人家丢那个硬币上去啊，明白了吗？就是说，哎呀，丢给他动物，结果。他的胃吃坏掉了，你想想看，这么多330枚很重的啦，330个coin啊，你说多重啊？所以你看看现在的人呢，真的，
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，一定要想到我们做什么事情，你善恶种子的成熟都是你播种的人。你今天跟老婆吵架了，一定是你过去对老婆不好，你今天跟老公吵架，一定你对老公不够真心，就这么简单。你不要去怪别人，所以恶缘一定是你作恶了，善缘一定是你行善了。我告诉你，人家对你好，你一定有道理的，一定是你对人家好过的。你哪怕一个笑脸，我那天告诉大家，笑脸都叫布施啊，你们现在很多人笑不出来啊。我告诉你，有本事呢笑呢，而且笑了要时间长一点。因为我有时候看你们有些孩子长得蛮好看的，跟台长嘿嘿，你稍微再留长一点，人家就觉得你很真实的，稍微长一点的，嘿嘿嘿，要慢慢的散掉，听得懂吗？现在很多人就嘿嘿，很讨厌，真的。你我告诉你，你买东西也好，你坐车也好，很多时候就是你一个笑脸，人家就对你 OK， 就给你放行了。你对人家不客气，人家就对你不客气。你说现在的人报应快不快？对不对？所以恶的种子啊，你如果种下去了，你不再去激活它，你今天做了一件不好事，你比方说你骂过老婆一家家里的人，你要知道女人最恨人家骂她家里的人了，你怎么样骂她都没关系的，你不能骂她家里人的，你骂她娘家人，你知道女人特别爱自己的娘家人了，你一骂她之后她记在心里了，你从此不骂了，好，这个恶种子埋在下面她不会发芽的，你过一年又骂了，再过一年又骂了，他跟你叭一下子爆发了，恶种子就出来了。所以你们要懂的啊，所以人家说夫妻两个人要好到底，有很多窍门的。第一，不能骂女人的这个娘家们的人；第二，不能提两个人过去的啊做错的事情。你可以讲你现在你做的菜这么烂，你有意的对我怎么怎么不好都没关系。你说你过去哪，你曾经那个男的呢，人家把你甩了呢，怎么怎么，我告诉你哦，听懂了吗？不要去讲啊，我教你们都是做人啊，有这东西可以讲，有东西不能讲的，明白了吗？不能去讲的。所以希望大家，而且呢还不能讲他的缺点，他身上的缺点毛病。所以有的时候种子不动就是冬眠，很多恶的种子因为你过去做过，但是你从此又不做了，冬眠了，他就不会再翻出来讲你了，你一碰了他又来了。所以有缘分的种子，那么善缘等到缘分到来了就会成熟了，不管善缘恶缘它都会有个成熟期的。所以你去看，就算离婚也是因为长期的吵架，就算两个人好得不得了也是长期的要好。很多人在单位里讲老实话，这两个人本来根本没谈恋爱了，就是每一天你好 hello 就这么叫，时间长了慢慢慢慢的感情来了，缘分成熟了呀。所以这个善缘恶缘都有个加速的问题，加速就是看你自己去做了多少。那你今天天天磕头天天磕头磕了时间长了，你就善缘成熟了，你天天去对人家不好，你早有一天被人家揍了，被人家骂了。所以只要种子在，你的因果就在。所以台上告诉你们，种子在，因果就在，大家听懂吗？你今天对人家好过了，这个种子种下去了，终有一天他会对你好，你对他不好了，终有一天他要爆发啊！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了，所以很多事情呢，你想想看，那意大利一个八旬的老人，一个很好的肾被人家误切了，你知道你们很多人都动过手术的，那个医生进去一关一关，在澳大利亚一关一关，第一关进去的时候是不是这边啊，你要指给他看的 yes 啊，很多我们华人不懂英文的，他指你，因为他帮你要做手术嘛，是这边吗 yes， 再推到房间里是这边吗 yes， 再问他不是这边吗 no， 你给他一搞混了，他把你切坏掉了，左边右边经常有这种误诊的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你们真的要当心的啊！啊，有一个老人家就是的，做那个 hernia， 就是人家说疝气啊，就是你里边这里要切，那里要切，你左边右边你一定要跟他讲清楚，我是左边啊，你不要切右边啊，你不能讲得太过分，讲过分他把你全切了，啊！所以一个意大利的老人，八旬的老人，
误切一个好肾，结果呢医院里在赔他钱。你想想看，你已经切了，你这个身体已经肯定糟糕了嘛，赔点钱也补不过来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看看看啊，在墨尔本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墨尔本这么治安好像很乱一样。这个墨尔本一名32岁的孕妇，一名男子在袭击一名32岁的孕妇，导致这个女子从汽车上跌落到路边，啊，后来女子在剖腹产下，婴儿啊生下来了，当天晚上婴儿就死掉了。所以你说说看，任何一个人，你说你不念经，你跑到马路上，你可能就碰到不好的事情，那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有些时候师父跟你们讲，你们要记住了，因果在的时候，就是靠你们种子不断的加水分呐、养料啊，否则种子不会成长的。你善的种子，比方说你今天跟他种了个善缘了，你不停的对他好，对他好，就是不停的给他水分呐、养分呐。但是有些人呢，就是恶的种子来了，还不停的骂，还不停的搞他，你恶果灾难很快就成熟，就有报应了。所以一个人坏到底了，人家说坏透了，那这个人就倒霉开始了。所以善恶种子都是这样，如果你不去碰它，不会加速它的成长。所以台长告诉你们一个道理，这个人你知道跟他不好了，你就不要再去促进这个事情了。这个人你知道跟他好了，你愿意跟他更好，你就多促进他，这就是我们讲的啊，因缘成熟，啊，果报还自受，所以每个人都有果报的，对不对啊？你天天去伤害你的身体好了，你头发很快就白了；你天天去抽烟好了，你的肺很快就坏掉；你天天喝酒，你的肝就坏掉了，这很正常的，啊，现在的父母亲也不正常，所以很多孩子也不正常。你看加拿大父亲畸形的爱，他说不想让女儿痛苦成长，我送她去天堂。你看看这种父亲啊，你讲讲看啊，加拿大的父亲啊，拥有着对两个女儿畸形的爱，他错手杀害妻子之后，又前后掐死了两个女儿，因为他不想孩子们生活在爸爸杀死妈妈的可怕世界当中。你看看看，他把妈妈杀死的时候，两个孩子看见了，他说我不想让两个孩子以后永远回忆到这一幕，他们会很难受。你看看他再把两个孩子杀死，这简直是魔啊，不是走火入魔了。他如果天天念姐姐咒会这样不啦？天天念心经会这样不啦？天天磕头他手下得下去不啦？所以我跟你们讲啊，一个人怎么能不学好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慢慢慢慢的，所以记忆是意识的残影。记忆是什么？你记好的，你就是一辈子很开心；你脑子里记的都是不好的，那你残影就来了。啊，你们想想看，你们现在过去你们做错很多事情，你们如果脑子里天天还想着你们过去曾经被人家伤害，你说你天天活得好吗？你们礼拜六来了多开心啊，对不对啦？跟团长在一起把过去都忘记多好啊。我讲句心里话，你们说你们有过去的残影，我也有啊，对不对啊？我小时候想吃什么东西，有的时候没有如愿，你也可以记得呀。你在人间什么事情都可以记，不要去记呀，过了就过了。所以记忆是意识的残影，不要造成自己生活当中的包袱。你们记住，这个人笑不出来，这女孩子长得很好看笑不出来，你们不要讲，我教你们看相好了。你以后跟一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的，你看她笑不出来，这个人一定感情出问题了。你说一个漂漂亮的女孩子很阳光的，她笑不出来吗？对不对啦？那很多人长得很难看的还笑得这么对不对啊？人生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不要啊，不要啊，造成自己心中的啊那种障碍。人生就是障碍，所以过去中华传统文化上，君子改过，小人是非。就是说，你是个君子人，你碰到事情就改过了就好了吗？改了吗就好了吗？有什么好多讲啊？对方也不会多讲你的。小人是非，是掩饰的是，一个是小人不停地找理由。
哎呀，不是啊，我不当心啊，不是这个原因啊，我原来不是这么想的。你整天的在解释，你改过中悟就可以了吗？你改变了你就开悟了吗？是非中迷啊，你整天的讲道理，你不是就是不想承认你的错误吗？那你是非中迷，到最后你是迷悟的，你以后下次还会做错这个事情。你如果婚姻失败了，你说都是对方不好，你下次结婚你还会这样。如果你知道了上一次婚姻是因为我的脾气不好，那你下一次就会当心了嘛。你整天说的本来不是我不好，就是他不好，我再找一个可能就好了。我告诉你，现在社会上不是这么容易的找得到的。你们想哦，我们从小唱个歌，找啊找啊找啊找，找到一个好朋友，一直找到年纪大了还没找到几个好朋友，那对不对啊？人生就是这样，不要去搞啊。所以中悟福至，一个人悟性到了，你福气就到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不能再这样坏脾气了，否则没人喜欢你的，你福气就来了。中迷或归，如果你到了最后你还是执迷不悟，我没有错，就是他错，你祸来了，你这个人一定闯祸的。你在单位里呢，你一直说你没错呢，你看看很快的大家都批斗你了呀。啊，很多人就是我不会错的，我没错，你看看呢，最后呢被老板开除了，或者祸来了，那对不对？所以有的时候此心能造，此心能消啊！不管做什么事情，要消掉，消掉很多的业障。你不能永远去，哎呀，我就是这样，我就是这样，对不对呀？有的时候，有些人自己身上的毛病都不知道的，那自己身上有什么毛病都不知道的。任何一个人要懂得，嗔是猛火，欲是深渊。发脾气的人，你就是在烧自己啊！你想想看，你冲着人家发脾气，你不是烧人家吗？你如果没有烧到别人呢，你是不是烧自己啊？那嗔恨的是不是啊？你说你发脾气的人怎么能不嗔恨呢？不火烧人家啊？那你烧不到别人，人家很多人是真的被人家烧着的，一骂你也骂得来，对方气得来，那你把他烧着了，你这种人比较厉害。你如果这个人学佛的，你就不生气，我就不生气，最后烧谁呀？烧自己呀，对不对呀？对，欲望是深渊，你这个还要，那个还要，有底吗？你说在人间，你说你这个也要，那个也要，你有底吗？你们告诉我，好了还要好啊，对不对呀？公司够大了还要大了，房子够大了还要大了，你今天再有钱，你不就住这么一个房子吗？对不对呀？啊，你们想想看了。所以告诉你们这个道理，就是凡夫多欲啊，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你可能欲望会很多，我这个也要，我那个也要，看到什么都想要，叫凡夫多欲，欲望多啊。克服一分欲望，你就得到多一分福气。我今天不要无所谓，福气就来了。不跟人家争的人谁都喜欢，跟别人争的人谁都讨厌。我就不相信你们喜欢跟人家争的人呐、啊，什么都跟你们争，你们喜欢不啦？啊，是不是啊？就是这样。所以不管碰到什么事情啊，一定要懂得啊，靠菩萨保佑，多念经啊。你看我刚才讲了，医院堕胎弄错孕妇，你看看，本来这个女的是来堕胎的，她把孕妇变成人家本来是生孩子的，她把人家把孩子堕胎堕掉了。你看看看，韩国的一家妇产科医院弄错了患者名单，你看看受害者第二天血流不止，才发现胎儿没了，被她堕胎堕掉了。你们想想看，这不是跟误杀人一样的吗？对不对啊？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。你说这个韩国这个韩你看看现在人赌博欠了30000块钱，深夜偷猪为了还债，你看看看，偷个猪啊，对不对啊？可怜不了那个猪啊，因为我属猪嘛。
我非常同情他。十七岁的女孩子为了买个手机啊，在网上5000块钱价格和网友开房。你说现在的女孩子真的是，我在很多年很多年以前到日本去旅游的时候，他们就告诉我说，日本的女孩子现在开放的来，为了参加某一个明星，日本的明星的演唱会，票价很贵嘛，啊，随随便便跟人家去开个房，然后就为了买张票子。你想想啊，现在年轻人的思维啊，所以为什么不好好学佛啊？为什么不好好的学一点精神上能够干净的东西呢？所以我们每天在烦恼，心中充满着烦恼。你们知道烦恼就是杂草啊，你烦恼过度是不是杂草丛生啊？你说说你们喜欢在公园里面杂草丛生的地方不啦？对不对啊？它是长不出果实的，因为杂念的缠绕你的心灵，你修不出功德的。所以这个人整天小气，整天跟人家闹，你这个人修不好的啊，对不对啊？什么都要，什么都要啊。在广西啊，有一个男子在金店里边试戴金首饰，没想到老板娘转身拿刷卡机的功夫，这个男子就戴在手上的金首饰啊，唰撒腿就往外跑，老板娘赶紧报警求助，对不对啊？结果追回来之后说他因为欠赌博欠了20-30万，他想卖了首饰还赌债。你们想想看，一个人去做了不好的事情之后，他就会有现报，现报之后他就必须啊要还啊。所以台长告诉你们，省钱有哪些好方法啊？省钱有哪些好方法，教你们几个字吧，好吧？省钱哪些好方法，在买东西之前记住9个字啊，买东西之前，你喜欢的，你需要的，你合适的，你就买啊。离开这9个字你就不要买。第一，你买一样东西你喜欢吗？第二，你需要吗？因为你有的东西很喜欢，你不需要的呀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如果你喜欢你需要，那合适不合适你呀？合适你你就买。这个9个字你们记住，以后可以省很多钱的啊。你们以后跑到商场里边去看，嗯，这东西很合适，不喜欢，有的时候很喜欢啊，然后接下来说呢，啊，我不需要。你喜欢的东西不需要的多呢，对不对啦？那台长经常在蛋糕店门口，很喜欢，对不对啊？需要吗？需要。最后呢，不合适，因为糖尿病。啊，不能吃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人要懂得这些道理。所以现在的人呢，哎呀，不谈了。一个亲爸爸玩手机，把孩子弄在公交车上，啊，司机联系找到他爸爸，找到他妈妈，再找他爸爸。你想想看，把孩子就扔在公共区，就玩这个玩意儿啊？所以你们想想看呢，你们有多少人呢？整天不干活的，就整天这样啊，早上起来这样，晚上睡觉之前这样啊。这个东西现在比你们的亲人还亲呢。这是你们的亲家啊，所以学佛人一定要懂得这些道理。台长经常跟你们讲，现在的小孩子精得不得了啊，现在小孩子啊，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听听，说家里的马桶经常堵塞嘛，不好嘛，那旧了嘛，儿子呢就跟他妈说了，妈妈拿我的压岁钱换个马桶好不好啊？他妈妈说好，谢谢孩子啊。儿子问，那么马桶是不是算我独资的？那妈妈就说了，是啊孩子啊，都是你出的钱，当然你独资了。然后啊，他儿子就对着刚刚训了他一顿的老爸说，老爸，以后你必须注意对我的态度了，别忘了有些事情是我说了算。怎么不笑的啦？因为马桶是他的，你老爸再打我，我不给你上啊！你看现在的孩子还了得啊！现在的孩子啊，所以跟你们讲，人要了解自己，要控制好自己的脾气。我们很多人做错事情就是不了解自己啊，所以一个人生气的时候，大脑控制的
控制不住了之后才会发脾气啊。所以有些时候要使用大脑以外的思维啊。思维是什么？菩萨啦，想到菩萨啦，是不是大脑气得不得了的时候，脑子里充满着生气啊？这种人我怎么能跟他过啊？脑子里大脑以外的，哎呦，观世音菩萨，哎呦，菩萨叫我们慈悲，菩萨叫我们不要发脾气，你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让你火气压下来了？你想一想不就好了？很多人就是克制不住啊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一个人脾气来的时候是很难克制住的呀。很难克制住也得克制啊。你说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如果不克制不学会忍耐的话，你什么事情能成功啊？你打工你能不克制的？你在家里做事情你能不克制的？你养了孩子你能不克制的？你就是坐坐飞机你都要克制的。飞机上小孩子哭你难受不啦？有的时候一个孩子哭起来哭一个晚上，你们受得了不啦？受得了不啦？哇哇哇哇不停的，没有办法。所以人要懂得不能长期的执着。长期的执着什么？我就是这样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，哎，我对的。你很长期的执着，你会害死你自己的。因为做人做事情不能长期执着，就是我妈妈肯定对的，我爸爸肯定错的，这个事情一定是他错的，这个事情一定是他对的，没有这个事情的，都会转换的啊。你曾经错过不代表他永远是错的，你曾经对过不代表你永远是对的。就算过去你老婆对你怎么样不好，你也要想到可能多少年之后我老婆会转换，就会对我特别好。你有这种思维的呀，人要懂得这些道理的呀，对不对呀？这个人不能说死脑筋啊，那死脑筋就不行啊。所以师父跟大家讲，看每件事情都要顺眼。如果你每件事情都看得不顺眼，时间一长，今天一点看得不顺眼，明天一点看得不顺眼，到了最后你就发泄了。你一发泄你就开始倒霉了，没人喜欢你，你会倒霉。你说经常发泄的人有好事情到他这里来不啦？每一个人都在发泄啊，都可以发泄。你说谁肚子里没本气啊？有什么气好发泄的？好好的忍耐啊，那对不对啊？你说你要不开心，你坐汽车也不开心，坐火车也不开心，你买东西也不开心。你有时候去买东西，你本来想买一样东西很好看，结果一看那个营业员长得很难看，你也不开心啊，对不对啊？要慈悲别人，一看人家长得不好看了，哎呀多可怜呢、啊、对不对啊？经常讲，哎呀我长得还不错啊。人生就是这样啊，你经常要换位思考。发脾气不能在你脑子里形成一个概念的，而我这个人脾气就很大的，很多人就是这么发脾气的啊，动不动就发脾气啊，我就这个脾气啊。我们这个侨界里边很多的侨领，我有很多的好朋友都是侨领啊，那你想想看，我跟他们一起工作了这么多年，在侨界里面，你看看他们有些人跟我说，卢台长我不可以的啊，这个事情我就要这样的，他这样做就是不好啊，你要跟着我一起在会上要讲他，他跑过来叫我在会上一起讲他哦，你听得懂吗？生气啊，生气啊，他气我不能气的，对不对啊？他血压高的嘞，脸红的嘞，已经70岁了，你想想看呐、啊，这人不能发脾气的，啊，有一个人也是小气的不得了，啊，对不对啊？这看个病，哎呀，这个左计较右计较，跟人家医生计较的不得了，啊，气量嘛小的不得了。最后医生说，这个啊，他跟个护士说，医生跟护士，这个病人马上要出院了啊，你再给他打一针吧。护士说已经出院为什么还要给他打一针啊？给他打一针镇静剂了。那护士说为什么？那他可以出院了为什么打镇静剂啊？他说医生说等一会儿结账，我怕他看了价钱会受不了发脾气了，那对不对啊？那人生不管做什么事情要学会啊，学会不排斥别人，能接受就接受别人的意见，只要人家一句话里边，比方说有30%是对的，你就收他的30%到40%。没有一个人讲话出来全对的，
没有一个人做事情出来做了全对的，你不可能的嘛，你只能接受他的30%，那对不对啊？所以做人要学会这样。台长跟你们讲了，这个因为我看那个男子盗窃陪葬手机给自己转账1万元，你看看看啊，一个人死掉了放在棺材里了，结果把一个他的手机啊一起陪葬放在里边，结果你知道吗？他居然拿着一个陪葬的手机偷出来之后，再拿手机转账哦，转到10000多块钱，你看看现在什么样的人都有吧？啊，就是他手机没关了，还可以拿他手机转账了，啊，你看看现在的人，遛狗没有拴住绳子，一个英国的女子被陌生人打得嘞牙齿都松掉，昏倒在地。为什么？因为一般的遛狗要跟绳子的，怕咬到人家。但是呢，他没放绳子，人家就很恨，好像走来走去在边上，不喜欢狗的人很多的，你明白了吗？你们这里有很多人都不喜欢狗的吧？好像都喜欢狗一样的。你们看到狗怕的有的啦？你看这么多，这么多人怕狗的，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，不管做什么事情啊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我们学佛当中啊，要。啊，产生一种不理会、不介意，啊，在中阴身的众生，他们会有神通，啊，讲到中阴身了，就是人死掉之后，还没上去也没下去，就在当中，而且是阴，就是死掉的属阴的，叫中阴身。所以你们要学这些东西的，很多人来跟你们讲中阴身，你们听都听不懂的。很多爸爸妈妈过世之后都在中阴身啊，中阴身他可以回家，他可以看。他脑子里一想家里他就到了，来了之后他看得到你们，你们看不见他的，然后他看见自己画像挂在那里，他很难过，他就看着妻子啦，看着孩子啦，他心里很难过，但是呢他又没办法跟你们交流，他跟你们讲话你们听不到的，他一附上你的身你头就痛，大家听懂了吗？是这样的，是这样道理。那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些呢？也就是告诉你们啊，一个人在中阴身还算没有解脱，没有解脱什么？又没上去，又没下来，所以这个时候没解脱，就靠我们念经帮他。大家听懂吗？所以有的时候爸爸妈妈过世的时候，他很容易回来。在过去农村里，你看他做一个灵台，灵台做完之后，7期啊，头七、二七、三七，他都会回来。回来的时候呢，他就在灵堂前面的铺。很多的撒的那个小米呀、啊、那个香粉呐、啊、香灰啊，撒在地板上，你去看好了，脚印有的，回来过脚印都有的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这就是灵魂，灵魂它也能生活。所以我要你们为什么呢？要你们的灵魂干净啊，要你们灵魂也在生活、啊、不是说很多的人手在生活，身体在生活，灵魂没生活呀、啊。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做出来的事情这么无理啊，这么烂啊，这么不上流啊，那对不对啊？就是因为他的脑子没有啊，他做事情烂啊，啊，他根本不想别人的。所以修了好的人灵魂好了，指挥他的身体行为语言出来就不一样。你们学佛的人出来如果骂人的话，你这个人修不好，千万不要说卢太长的弟子，听懂了吗？啊，所以希望你们要好好的努力，要改变自己，能够理解自己，知道真相。啊，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，人要走安全的道路。安全是什么？就是不要去打坐啦，太多的打坐啦，追求神通啦。正确的学佛道路不能有一个偏差的。所以你去看，如果很多通灵的人，你老跟他接触，你去听听广播里边，去跟通灵人接触的人，很多人都被他下杠头的。听懂了吗？如果一个人整天跟鬼讲话，跟鬼打交道，你说他会不会跟鬼一样啊？你去看，如果这个人跟你讲话怪怪的，哎，我不要，不行了，听懂吗？这就叫电影里面的天灵灵地灵灵，这种人来了来了就来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看了太多了，很多人妈妈走掉了，哎呀，求求你呀，我要跟我妈妈讲话呀，
这个人你给他多少多少钱，然后他就坐在你前面啊，放一杯水啦啊，然后呢放个香炉啦，一点他过去一点之后，马上一杯水一喝，咕一下子眼睛往上一翻，接下来真的附到他身上来了。附到他身上来的就他妈妈的声音跟他讲话了，他就问妈妈，妈妈你为什么要死啊，不能不死啊，妈妈你还有什么钱藏在哪里啊，死鬼我也拿钱啊就是从那个人身上全部可以，他妈妈的灵魂附在那身上，就讲他还可以打你了啊。他这个时候脸像还是那个巫婆的样，但是他讲出来的声音就跟你妈一模一样。这个就是人家说过去通灵人经常做这种事情，听懂吗？这种人如果你跟他时间长了交朋友了，慢慢你身上就附鬼上去了。所以很多人回到家里，如果你感到家里今天好像冷飕飕的，情况很不好啊，好像有点啊，好像有灵性，好像有人在，你要当心了，你千万赶紧烧小房子，你不要跟他讲话。有的人胆子很大的，我不怕，我就跟他讲话啊，你在我们家里干嘛？过一会儿，就来了，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吃饭的时候你骂好了，你一骂灵性，马上鱼刺就卡在你喉咙里了，啊，叫你脖子马上就颈椎就不行了，让你脚扭一下，全部都是他们搞的，你试试看，我看的太多了，啊。所以希望你们一定要懂得一个道理，不要去追求，否则你会有偏差的。你说有一个人脑子坏坏的跟你们交朋友，一开口就说哎呦你这个人身上，哎呦你那个人身上，他身上一定有的，听懂吗？所以这个人如果冲着你说你身上有啊，你那种样子啊，你听得懂吗？吓人哦，吓人哦，不要跟他去搞。所以修菩提心就是要修出离心，出离心就无所谓的，什么都可以讲，什么都可以做，但是不能做坏事，不能讲坏话，对不对啊？那你做人就是这样啊！你想想看，现在你看看这个世界，真的怪得不得了啊！说美国有个女司机酒驾超速被捕之后，人家法官问他了，上法庭了，问他。啊，你为什么要喝酒驾驶啊？你知道他回答什么？我长得太漂亮了，不适合坐牢。他讲啊，他长得太漂亮了，不适合坐牢。结果没想到这个法官居然同意了这个看法，啊，还保住了驾照，不仅不给他坐牢，最后罚了$187，啊，参加酒精安全课程。和24小时的社区服务，你看看看，什么样的人都会有。这个世界树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啊！你看小伙子放音响搅乱广场舞，你知道那些大妈在广场上跳舞啊，嗯恰嗯恰，这小伙子讨厌的就放嗡哇哇哇那种音响很响，结果没想到啊，这个大妈拿着砖头追他打他。你看看，你们记住了，能够跳广场舞的妈妈没有点本事，她不敢到广场上去的，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啊，跟你们说了，真的啊，就现在很多男人也是的，讲话真是很有窍门的。啊，他说有一个年轻一个小伙子跟他朋友喝酒，啊，这朋友都说小李怕老婆。啊，大家吃饭的时候说这个人最怕老婆了，他不吱声啊。结果朋友问他，哎，你到底怕不怕老婆啊？你倒讲句话呢，他就不讲。结果人家逼得他急了，他就说，堂堂男子汉，怎么能说我自己怕老婆呢？你们真没出息！我告诉你们吧，我不怕老婆，是老婆不怕我。现在你们要记住，学佛修心之后，人千万要预防自己的忧郁症，因为100个人当中至少有3个人是忧郁症，啊，这是少的了，这少的了。为什么呢？全球有3亿5000人患忧郁症，占全球人口的4.3%，而且高发期是20岁到60岁，啊，忧郁啊！你看我们小时候无忧无虑的，啊，我们现在真的有很大的负担呢。所以告诉大家，
其实情绪要学会控制。一个人如果控制好自己情绪，那种感情，那种情感的反应，你能够 soft 一点，不要把它压抑，你可能就忧郁症就好了。很多人就喜欢压抑自己的情绪啊。那么我不是叫你们压不住去跟人家吵啊，对不对啊？你可以找朋友谈啊，聊啊，对不对啊？可以自己出去看看商场啦，去自己找些朋友走走路啦，释放一下精神压力、生活挫折、痛苦的境遇、生老病死、天灾人祸，都会产生忧郁的。所以忧郁症并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你自己把这些不好的负能量全部放在心中，释放不出去，时间长了忧郁症。所以台长告诉你们，要懂得啊，懂得自己心里能够调控，能够控制它的。我告诉你们，很多人不生忧郁症就是靠自己走出来的，你以为靠医生的，想通了没有忧郁了，医生大不了听你讲啊，你讲完了觉得舒服了。我是心理辅导员，我就知道，我听你讲只是你一种释放，要帮你解决问题的，你想不通要跟你讲的呀，对不对呀？很多人跟我讲她老公怎么不好怎么不好的时候，我说你看看看呢，你过去谈的几个男朋友，你看看哪几个比你老公好的了。他还在我面前想半天啊、哦、其实这种事情想都不要想的，我告诉你，这种事情任何人都有缺点都有优点，不可能完全好的，不可能的。所以你们看谁都要抱着看人家优点，不要去看人家缺点的心态，那你看这个人越看越喜欢，越看越好呀。你就经常看见，哎呦，这个死老头子其实他人还是蛮好的，就是有时候懒一点，算了，我欠他我多做一点吧。你看装装灯啊，修修马桶啊，他倒是挺卖力的，你是不是马上就转换概念了，对不对啊？我就希望你们用这种把人家都看好的观点啊，不要看人家毛病来看我。所以啊，这个人呢、啊、修菩提心就要处理啊人间的烦恼。其实烦恼是没人可以逼着你有烦的，越想越烦，越烦越要想，越烦了越想不通，越想不通越要烦，你到最后就是忧郁症了。有什么好烦的，过去的事情多着很呢，对不对啦？我前几天理一些资料，理出来我大概30岁的时候那张照片，32不要33，这一看不认识了，这哪个明星啊？你感觉好一点不就好了吗？你做人就是这样的呀，哪有我失去的就没了，对不对啦？你们从现在能够看到我过去的吗？所以台长跟大家讲的都是真话，希望大家呢啊，真的要懂得一个道理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我们做人要相信别人，心里不能扭曲啊，能够多为人家好，多帮助别人，多学会吃亏。台长跟你们讲过，一个人人生能够成功的人，能够过得了很多坎的人，要学会吃两样东西，第一要学会吃苦，第二要学会吃亏。你们看看很多女孩子就不喜欢吃亏，你最后就是吃亏。很多男人在单位里不喜欢吃亏，最后就是吃亏，你多做点事情会死的，对不对啊？你已经跟他在一起了，你大家互相帮助一下嘛。有的时候要正行善法呀，正行善法就是说用心里的正能量来帮助别人啊。善的法是什么？多帮助别人，我就对你好，你对我不好我还是对你好，我告诉你他不舍得离开你的啊。你动不动跟他吵，你动不动跟他闹，早点晚点他会跑掉的，所以你就对他好，有什么呢？吃亏包括很多方面，包括感情吃亏，吃了又怎么样呢？就对你好一点怎么样呢？你嫁都嫁给他了，娶也娶了他了，吃点亏嘛，就是也是自己人吃亏呀、啊，啊，对不对啊？上海人有句话了，叫傻进不傻出啊，
港督啊，港督也是港进不港出的 啊对不对啊，那有什么事有什么关系啦，做什么事情都是要这样啊。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这个世界要改变人家很难的啊。说有个媳妇呢经常跟老公吵架，很横的啦，她呢发了一条链接给她老公，说标题是生活中夫妻的争吵真的都是老公的错吗，深度好文不容错过。结果她老公一看，哎呀好开心啊，你看我老婆终于能够理解男人的不容易了啊！平时争争吵吵都是为些小事啊，女人非常容易情绪化，有时候哎呀这个老婆也蛮可爱的啊，你看看她今天发了一个真的都是老公错吗，那而且家里她其实照顾得也蛮好的呀。思想波动了很久，点开连接正文只有两个字，是的。你说你要叫一个女人改变观点很难的，你最好的方法是自己改变。我告诉你们，在人间你改变不了领导的，只有你顺着领导，领导才喜欢你。你在家里要改变爸爸妈妈的观点改不了的，你只有顺着爸爸妈妈你才能得到他们的赞赏。你在学校里你要叫老师改变不可能的，只有你想去改变老师啊，可能吗，那对不对啊，啊只有自己去改变。所以聪明的人完全是自己改变啊。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字，道啊，这个字是道，道这个道，道路的道啊，道。我上次没跟你们讲这个字呢，就是说很有道理的。你们想想看，这个道路的道是由一个走字底，对不对啊，一个走吧啊，道路是走的吧，首要的首字，首要的走，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人的一生的道路要自己走出来的，首先要自己走的才叫道路的道。你今天自己不想走，虽然你的理念很重要，对不对啊，但是你不肯自己走，你再好的理念再好的信仰你都迈不开腿，你不靠自己走你等于零。所以世界上很多事情不要去听啊，听别人讲，自己好好的走你的路吧。啊，每一个人都要靠自己走出来的，听别人讲都没用的啊。好，那么讲一个笑话啊，讲一个笑话呢，里边呢啊也有一点意思啊，就是要你们动动脑筋的。说有个飞行员的新兵训练。飞行员新兵训练，那么新兵呢跑到舱门口呢，没有一个敢往下跳的，没个敢下跳。那么这时候呢，教练的脸色非常难看，那么丢脸吧啦，这么多的啊，这么多人一个都不往下跑，非常难看。这时候呢，看见有一个人在偷笑，那个教练呢很生气啊，你们一个个都不往下跳，还有一个人还在偷笑。他一不开心啊，一脚笑什么啊，啪一下就把他踢下去了，把这个人踢下去。这个时候等到这个人踢下去之后，一个个跟着下饺子一样的全部跳下去了。教练纳闷了，拉住最后一个问，哎，刚才让你们跳都不跳，怎么踹下去一个你们都跳了，你们想想看为什么，想不出来吧，你们肯定想不出来的啊！刚刚跳都不跳，为什么踢下去一个全部都跳了呢？因为这个新兵回到他说，教练你也赶紧跳吧，你刚才把机长踢下去了。啊，再来一个好吧。你们现在看看现在的孩子到底谁治理谁？有一个心理医生治理一个心理不正常的小孩，啊，治理心理不正常小孩子。有一天呢，这个小孩子就来了，这小孩子呢来看心理医生，就哭闹着说：“我要吃蚯蚓，我要吃蚯蚓。”要命的神经病哦，心理不正常啊，要吃蚯蚓，啊！医生听了之后就说：“
孩子啊，你为什么要吃蚯蚓啊？啊，因为那是面条，那是面条。妈，那不正常啊。那为了找出这个小孩子心理不正常的原因，那医生呢就叫护士呢到外面花园里呢去挖了两条蚯蚓回来。医生说了，哎呀，蚯蚓来了，蚯蚓来了，你吃呀，你吃呀。就看看他，他心里不正常嘛。小孩说，不要不要，我要油炸的。医生心想，这个小孩怎么这么怪呢？这心里出什么大毛病了？为了找出他心理偏差的原因，他就叫护士将蚯蚓去油炸了。啊，油炸。炸好了之后呢，这个护士呢端着盘子进来给医生，医生就拿着这个盘子呢跟小孩说，啊，医生说，来吃吧吃吧，他要治他嘛，吃吧吃吧。小孩子说，我只要吃一条，另外一条我要医生吃。医生心想，管他呢，我先骗他吃了再说，啊，看他是真的忧郁症还是假的那个心理有问题。小孩子又接着说，医生要先吃我才吃。这个这下医生头大了，医生说了，为了救这个小孩子了啊，我倒要看看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只好医生硬着头皮啊，将其中一条蚯蚓吃了。吃完之后，突然小孩子嚎啕大哭，边哭边说，你把我要吃的那一条蚯蚓吃了，我不要吃了。你说说谁那么神经病啊？啊，谁心理不正常啊？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现在都不要以为现在小孩子好弄，我告诉你，从刚刚的马桶到后面的蚯蚓，都说明现在的孩子很难弄的啊。所以我们学佛人呢，台长跟你们讲了，就是要能够看开这个世界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好好的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啊，然后呢自己好好的能够引导他们。很多孩子的心理不健康都是父母引起的啊，所以很多的哲学家都说，孩子的心理有问题就是代表着父母亲心理有问题。父母亲心理没问题，孩子不会的，就是在不健康的土壤里成长，他很容易长出不健康的种子出来。听懂了吗？所以希望你们吵架不要多吵，不要乱骂，不要夫妻相互揭老底啦，不要当着孩子面去做什么事情，这样你会害孩子的，这是下一代啊，很重要的啊，这是心灵法门的下一代，你们好好照顾啊啊。好了，今天呢啊，这个讲了也差不多了啊，今天讲的差不多了，那么这个还要听一个笑话不啦？啊，再讲一个好不啦？啊，这个是他的弟弟嘛，他说嫂子啊，他说他的嫂子今天清理衣柜的旧衣物当中，无意当中的发现了他哥哥私藏的私房钱，啊，他哥哥跟他嫂子嘛，他嫂子无意当中呢就发现他哥哥的私房钱，当场就没收了，啊，他的哥哥呢一脸黑，坐在沙发上生闷气，啊，就还不忘的向他边上的爸爸抱怨，跟他爸爸说了，都怪你，说什么有几十年的经验，越危险的地方藏得越安全。你看这下没了吧，他跟他这个爸爸讲，结果啊，正在看电视的他的妈妈若有所悟，突然之间奔回房间，关上房门，一会儿就听见房间里翻箱倒柜的声音了。哎，没办法没办法，听不懂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